本台消息，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将在今天下午在北京开幕，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将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，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、新闻频道、中文国际频道、4K 超高清频道、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、大湾区之声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，央视新闻、央视频、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直播。